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新剧有绯官宣，演技精湛引发热议。大家都在关注赵丽颖和王一博主演的有绯吧，一位是实力派女演员，一位是新晋流量小生，两人的合作备受期待。最近官方微博终于发布了最新的剧照，而且这些照片特别用心制作哦。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的甜蜜打闹场面令人欣喜，不过我要说的是，赵丽颖又有一部新剧啦。有绯刚刚公布了新的剧照，而赵丽颖转眼间就将又有新剧要出演了。据传这部电视剧是由郑晓龙导演执导，阵容强大，相信口碑也会很稳定。在看过有绯的新剧照之后，网络上又传出消息，趁赵丽颖将出演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，而这部电视剧的制作方也已经确认，因此人们对该剧非常期待。虽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赵丽颖出演现代剧了，但是目前该剧还没有正式官宣，所以还是要保持谨慎，静候好消息的到来。但是这部剧的演员阵容真的非常强大。首先，赵丽颖是公认的收视女王，她的演技大家肯定不用担心。她出演的许多剧给大家呈现了精彩的表演。最重要的是，赵丽颖是一个既有着高颜值又有出色演技的女演员，所以很期待她在这部现代剧中会有怎样的表现，相信她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形象。根据网铺阵容，这次赵丽颖合作的男主角是吴刚。吴刚是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，曾在之前的《庆余年》中出演，给大家带来了非凡的表演。作为国家一级演员，他具备精湛的演技，能够胜任各种角色。看到这个阵容，人们不禁觉得收视率肯定很高，口碑也无忧了，这次想不看剧都难。大家认为是不是这样呢？陈星旭也可能会参演这部剧，他一直以来都是备受期待的流量男星，演技也在不断进步。与两位实力派演员合作，相信他会获得更大的进步，期待这部剧的官方宣布。赵丽颖的又一部新剧《山河令》公开剧照了，与此同时有绯也在更新新剧集。看到这个阵容，我相信这部剧的口碑会很不错，请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。有绯新剧官宣，赵丽颖演技精湛引发广泛热议。演艺生涯中，她始终以扎实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受到观众喜爱，这次的新剧更是让人期待不已。剧照曝光展现了她新角色的神秘魅力，勾勒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画面。赵丽颖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一直备受认可，此次的演技令人期待，相信她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演艺盛宴。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，赵丽颖在有绯中的表现必将再次展现她的演技高度。官宣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，不少粉丝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能够见证她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。这部新剧不仅有着强大的阵容，更有赵丽颖的加盟，相信会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。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在有绯中展现的新一轮演技巅峰。她的表演定能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儿时难忘的佳作，唤起观众对精彩影视的热切期待。趁着这份期待，让我们共同期盼有绯的上线，一同感受赵丽颖演技的魅力，为她的表演点赞加油。王一博遭遇恶作剧，律师支招报警，彻查违法订票幕后黑手。中新网北京2月4日电记者朗朗近日，月华娱乐发布声明，表示王一博先生被人无故预订航班机票，且围绕该行程已被编造出各种不实传闻。该行为已涉嫌严重侵犯王一博先生的合法权益，也严重影响了其正常工作行程。针对此事，北京德祥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祥告诉中新网，身份证号是公民的个人信息，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公民，个人信息都受到法律的保护。王一博方可以采取报警的方式，由警察来联系相应的订票平台，通过 IP 的查找，找到违法订票人，并且查询到对方是如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，
再按照相应的法律进行处理。如果触犯刑法，就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否则，就按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对其进行罚款或拘留。在网络时代，个人隐私的泄露和滥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王一博近日遭遇的恶作剧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，这不仅仅是一次个体的侵犯，更是对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的一次警示。面对这一事件，王一博的律师表示，已经采取了报警的行动，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彻查预订航班的违法行为，维护王一博的合法权益。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一位公众人物的隐私，更是为了捍卫每个人在网络空间的基本权益。恶意订票不仅侵犯了个体的隐私，还可能对被害人的生活、工作和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。这一事件的背后凸显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，维护个人隐私不仅仅是自己的责任，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。通过这次事件，我们不仅要关注明星的遭遇，更要思考如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安全、尊重隐私的网络环境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，不参与传播他人隐私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践行的行为准则。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网络安全问题能够得到更加严肃的对待，每个人的隐私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。让我们共同维护一个和谐、健康、安全的网络空间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